为什么我要老远从桃园来这里上家？事实上，我之前是在台北这附近上班，那下班的时候公司邀请我过来这边，然后我就碰到了遇到了好老师啊，我的老师不但努力，而且他非常的用心在教我，他教的课程非常喜欢，他严重有带我，柔中又带我，然后也常常会引导我们一些正向思考。那再来就是一直鼓励我们说，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这个运动，好，大家身体要保持健康。那我上的呢，我也觉得身心蛮愉快的，在这里也认识到很多的好同学、好朋友，然后大家都很觉得会互相帮助。那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老师，有这样的同伴，那也很谢谢佛堂提供这样好的环境。因为我来到这里，我觉得我的心情是非常轻松、非常安顿的。那因为个人生来规划，我现在是回到桃园去，家里是住桃园。可以的话，我是希望说，还是在这美丽、温柔、亲切的老师的指导下，一直持续上他的瑜伽课。我希望我可以持续下去，然后从这里获得健康、跟友谊、跟老师。说真的，我有感受到老师对你的爱心，然后这种种原因让我就是尽量就是桃园不远啊，坐个火车就来上课了。很爱，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时候，也可以来见识见识我们这位老师的引导跟爱心，让大家来体会一下。谢谢。